欢迎嚟到学界体育嘅时间，我哋会一连两集嚟到塔石体育馆，重温2012-2013年学界篮球比赛精华。学界篮球赛可以话最受关注嘅比赛啦，场内场外气氛可以话相当之热烈。上集内容首先同大家回顾一下女 A 嘅赛事。今年女子 A 组篮球比赛一共有十二队参加赛事，佢哋将会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嘅比赛，头两名先至可以进入四强，最后以单淘汰形式决出冠亚季军。介绍一下参赛队伍啦 ，A 线方面分别有花地玛圣母女子学校、宝光中学、教乐索圣心英文中学、培华中学、澳门国际学校、东南学校。大热门当然是卫冕冠军的花地玛，他们最终在这组五战全胜，轻轻松松夺得首名，次名就由豪光中学夺得。他们除了输给花地玛之外，其他赛事全部赢晒。B 线方面有劳工自大学校、培正中学、圣罗萨英文中学、圣罗萨女子中学中文部、培道中学以及圣布洛学校。卢校在这组亦都是一枝独秀，以首名晋级四强。至于除了排球了得之外的培正，亦顺利击败其他学校的球队，以次名获得最后一张四强门券。最终四强对阵名单由卢校对住豪江，花地玛就对培正。四强第一场比赛由身穿黄衫的花地玛面对培正的挑战。培正暂时以9-8领先进入第二节。这两支队伍重演上季决赛翻版，上年就由花地玛获胜，今仗培正誓要报翻一战之仇。花地玛第二节初段失误到几多，而培正亦都能够把握机会将对方失误化为入球，将领先优势延续下去。好彩花地玛阵中王牌苏子晴即刻企出嚟，呢球借队友一个单挡杀入篮底，插板扭两分，将分数拉近啦。之后呢球一个妙传，帮助队友篮下强攻，成功啊将比分反超。再嚟睇下苏子晴嘅个人能力啦，推过防守球员，轻轻松松上篮，实力令人肯定。喺第二节尾段强势反弹，花地玛以19-12七分优势进入第三节。第三节一出嚟，花地玛就展开攻击模式。苏子晴呢球一条龙上篮，完全展现出阵中王牌的风范啦。而培正亦都不甘示弱，力追分数。呢球一个入射，插板得手。苏子晴今仗表现相当之出色，佢攻入全场最高嘅21分，带领球队以31-22领先完第三节。培正在第四节明显脚步跟不上对手，频频被对方反击成功，分差慢慢拉开。除了苏子晴之外，李佩莹和吴晓彤两个人联手合共攻入28分，为花地玛贡献了不少。最终花地玛以57-3720分的优势击败培正，率先抢得决赛资格。另一场四强赛由白衫的豪光中学对住卢校，两队实力都比较接近，而讲到气势，卢校肯定明显强过对方噶啦。皆因上年四强食白果，今年肯定搏晒命，争翻口气。日开波，卢美恩接应队友传送，一个中距离投射，为卢校先开纪录。而豪光呢一边亦都唔差噶，陈嘉怡一个三分还以颜色。双方第一节打得相当之紧凑啊！卢校发挥较为出色，27-10七分优势暂时领先。第二节一上嚟，苏永山一球三分帮助卢校将比分拉开。
郑雅思见队友咁有信心起手，自己呢一边底线亦都嚟得球三分。好彩豪光进攻上面亦都有所表现，蔡曹仪内线包夹之下，依然揾到空位上篮，身体素质相当之唔错噶。卢孝领先嘅时候有啲唔集中，呢球俾陈嘉怡偷到，自己一个上篮，成功嘅得手，豪光比分追翻上嚟啦。在这次打得难分难解的下面，双方打个平手。在比分上面，卢孝以28-21继续领先。下半场开始，豪光展开追分势头，全场为豪光贡献了24分的蔡曹仪在第三节发力，频频得分。而卢孝亦都不甘示弱，卢美恩一个急停跳射保住领先的优势。虽然豪光苦苦力追，可惜防守始终都是守不到对手，加上卢孝今场多点开花，唐威贤、卢美恩、孙永山各有双位数得分。最终在四节过后，卢孝以56-4511分的优势击败豪光，达成赛事目标，进入决赛将会同花地马争夺冠军，而输波的豪光只能够同培正在季军赛相遇。事不宜迟，即刻同大家睇下呢场三四名之争嘅赛事。身穿白衫就系豪光，两队实力对比之下，其实都系5-5波，临场发挥成为关键啦。比赛一开始，陈嘉怡一个长传，蔡曹仪篮下转身得手，为比赛拉开序幕。培正马上还以颜色，廖康贤罚球线踏前一步起手，帮助球队追成平手。不过其后双方命中率大幅下降，多次起手都未能够命中，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紧张。相隔4分钟。郑思文一个插板波打破场上的局面，培正暂时领先4-2。豪光在首节频频尝试3分波，可惜的是成效不大，总是插框而出。好彩阵中两大主力发挥都算正常，蔡曹仪接应陈嘉怡传送急停跳射，有啊！呢球底线开波更加偷袭成功，入波之外仲扑到罚球。可惜加罚未能够成功，转过头培正的控球后卫冼乐恒突破成功，一个急停为培正再添2分。双方首节压得相当之紧凑，陈嘉怡外线呢球成功得手，第一节完结，培正以13-10暂时领先。第二节开局同首节差不多，球员依然有啲手紧，呢球喺个框度转咗一圈。可惜是欠缺啲运气。今次两队打咗3分钟之后，先至由蔡曹仪成功上篮得分，将比分拉近。陈嘉怡呢球底线突破轻松上篮，豪光更加将比分反超。今次佢嘅手感真系相当之火热啊！再嚟得球3分波，豪光领先19-13。加上蔡曹仪冲击篮下成功，呢球放篮又得手，豪光将分差进一步拉开。好彩廖康贤呢球打板得手，帮培正止一止血。半场过后，豪光领先21-15。换边再战，陈嘉怡手感依然仲喺度，呢边第一个出手同样命中，睇嚟培正都要谂一谂办法啦。第三节尾段，豪光失误较多，如果不是应该可以将比分扩大。相反，培正就冇放过任何追分的机会，又是廖康贤一次上篮得手。好彩豪光的角色球员今节表现都算交到功课，李佩珊呢球快攻得手。经过前三节激战之后，豪光暂时以28-226分优势暂时领先。嚟到最后一节，大家投几球进攻都是以失误告终，体力嘅流失难免喺技术上面会有所下降。
不过落后的培正没得选了，一定要抢攻。郑思文低横一个急停跳射，暂时落后四分。豪光亦都不输蚀，马上一球中距离怀疑颜色，这球都相当有运气啊！双方进入白热化阶段，培正追分气势相当旺盛，这球上篮又得手。紧急关头，主力球员又是时候企出嚟，蔡曹以一个迷踪步，这球都相当之靓噶。培正迫于无奈，唯有抢射追分。郑思文呢球波可以话非常之关键，保持真胜的希望。稍后时间佢喺弧度顶再命中多一球三分，最终只系差四分，赛事进入高潮。而豪光可以话系进入黑色五分钟。近半節一分都得不到，可以說是點射都射不入，好彩早前領先分數比較多。賽事得翻四秒，落後三分的培正有控球權，可惜培正未能夠把握到機會，豪江防守球員相當成功啊！最終比賽完結，豪江以36-33三分險勝，奪得女子 A 組的季軍。今場即係對以往嚟講，我覺得未算太好咧，因為有啲波緊張，啱啱第四節好緊張嗰陣時，即係有啲失波咯，有幾球都隊友發揮得唔錯，但係我覺得我未到這個水準咯。其實攞到季軍咯，你達唔達到自己賽前個目標嘅？其實未到嘅，因為上幾屆咧我都有打嘅豪江因為上幾屆我哋。連續三年都入到冠軍賽啦，但係上年我哋四強未入到啦，跟住我上年都有啲好唔開心嘅諗住今年會卷土重來再入依個冠軍戰啦，但係可惜可能練習咧未夠人太好啦，所以攞到季軍但係錦上添花，我覺得。想問下你今場嗰一隻表現成點先？其實都有啲失色，好像打不到自己平時打開那些，同埋有啲係咯發揮不到。其實我今次都又冇乜攬。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其實我覺得一開頭其實還可以，但係可能我覺得我哋開頭打得太保守，即係好像就住咁，同埋我覺得有啲波。我覺得有少少係裁判的問題，就是留意不到，其實很多都有問題咯。跟住就搞到我哋之後打就變咗少少咯。跟住落嚟同大家睇下萬眾期待嘅冠軍之戰，由黃衫衛冕冠軍花地馬聖母女子學校對住盧校。作為衛冕冠軍，奪標壓力一定會有噶啦。而盧校貴為挑戰者，心理包袱可能相對比較少。比賽開始，盧校的孫永山在弧頂一個打板三分，送給這支衛冕冠軍一個下馬威。不過花地馬都未驚過，即刻還以顏色，蘇子晴自己一條龍轉左手上籃。而盧校就繼續在外圍發炮，孫永山同一個位置再來得球三分，手感相當之好啊！花地馬開局防守不是那麼集中，鄭雅詩成功搶到進攻籃板，順勢就上籃。好彩憑住吳曉彤的拼勁，自投自搶，成功的補籃得手。花地馬暫時落後8-12。始終是衛冕球隊，花地馬很快就收復失地。蘇子晴切入強攻得手，很快就已經將比分超前。第一節完結，花地馬以14-12領先。第二節一出嚟，花地馬顯得格外精神，吳曉彤搶奪得手，輕鬆就放籃。跟住落嚟都仲係吳曉彤嘅時間，呢球兜底線反手上籃，再攞兩分。而盧校今次命中率下降之外，失誤亦相繼增多。呢一邊盧校射極都唔入，咁就花地馬打個快嘅反擊。蘇子晴接應隊友傳送，再展現個人技術，反手上籃得手。之後佢更加一個打三個，
呢球一个转身带两步，一个高抛，动作一气呵成啦，分差更加拉开到双位数字。好耐冇入波嘅卢孝，终于靠郑亚斯中距离得分，总算帮球队止一止血。可能领先得太多，防守上面沙地马显得有啲松散，而卢孝亦都能够把握到空位射波嘅机会。卢美恩外围起手再命中，入第一球就会有第二球。卢美恩喺罚球线带出一步跳射，同样系有得。半场完结，花地马以26-21继续领先卢孝。下半场双方初段都咬得相当之紧，唐伟贤成功抢到进攻篮板，仲博到加罚嘅机会。转过头，郑亚斯中路突破，放篮得手，比分追到32-37。稍后双方你来我往，孙永山呢球突破成功，压住对方上篮得手。其实赛事嚟到第四节初段，卢孝同花地马分差并唔系咁大，要追都仲有机会。可惜往往喺关键球上面，卢孝处理得唔系咁好。相反，花地马嘅攻势、球员走位配合以及默契，可以话系相当之成熟。呢球三线快攻完成得同样唔错噶。实力始终比对手技高一筹的花地马，在尾段继续强攻对手，吴晓彤呢球强攻可以说是向卢孝的伤口撒盐。虽然卢孝间中在外线亦都有波入，可惜单是这一点并不足够令他们收复失地。赛事来到尾段，苏子晴、吴晓彤以及李佩莹合力强攻之下，迅速将比分一下子拉开。最终卢孝都无力反扑，结果花地马赢58-45，实现两连冠。而一众入场支持的球迷亦相当之兴奋。其实真的很开心啦！咁上年不是自己带花地马去攞冠军噶嘛，系有啲师姐啊带住噶嘛。但系今次是以队长的身份带花地马攞到呢个冠军，其实系个感觉是完全不同咯，系好特别咯，开心。比上一屆開心好多嘅，係好緊張啊！咁因為我帶噶嘛，咁其他人緊張，我又緊張嘅話，就好難去打到場好波噶咯。咁開頭我哋拉開到12分咯，我見，但係後屘被人追翻喎一次過，咁嗰陣真係好緊張，同埋佢哋冇乜經驗咧，所以就開始好急啦，開始好急就越嚟越近啦，追嘅比分越嚟越近咯，所以就好驚啊嗰陣咯。我多謝嚟支持我哋嘅人啦，多謝梁老師啦，咁佢日日都一放學啊，咁樣就翻到嚟咧，就幫我哋練波練到6-7點咁樣噶啦。跟住多謝我班啲同學啦，嚟支持我哋嘅人啦，真係好開心咯，咁好多人嚟支持我哋咯，係啊。